那我们就继续刚刚那个。比特的这个白色发光溶质还有多少关系？那你要说些什么？好，那我重新把泥土拨一拨，把它重新把种子盖起来。然后我的水袋应该是有水的状态，因为到现在都还没有喝过。是。然后我要把我水袋的水全部去浇那个种子， okay. 浇在泥土里。没有问题。嗯，默默的将你的水袋就将你的水袋跟注地下是空的。当水淋到了这个小泥土上，也看到意外的是，很快的，你在上头洒水的刹那，一个小小的绿色的小芽从泥土中长了出来。它好像还缺了些什么？还缺了什么？你看了看，你注意到。这一个教室里，粉色的，那有着，如同就像是樱花树开着花的树，还有像是清晨的漂亮的翠绿的海洋，那一个壁画发光。那我去看第二个壁画。你说的壁画是环绕的。环绕，对，环绕，所以可以看到这四个颜色：粉色、绿色、橙色，还有蓝色。粉色的亮了。那我去看绿色的。你看看，也注意到这绿色的壁画上头有着健壮的翠绿的树，后方的海洋可以说非常的灿烂。还能看到白色的浪花正拍打在这树周遭的草地上。那我重新把那个大自然的书拿出来看，仔细翻找有没有关于种树之类的，或者是能找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你的线索就在这个壁画上。就在壁画上。那我去看橙色的那个。橙色的，你注意到这个壁画主要以橙色为基底，也注意到仿佛就像是夕阳。而上头的树看起来已经从翠绿的叶子变为干枯的黄色的叶子，正缓缓的正在落下。树变得有点光秃秃的。那我去看蓝色的那个。你看这蓝色，以蓝色为基底的那幅画。也注意到是一个枯木，而这个枯树和其他树相较，上头没有任何的叶子，地上是洁白的雪，而背后就是结冰的海洋，是结冰的。哦。那窗外的阳光还在吗？窗外的阳光可以注意到已经变得微弱。那我赶紧把那个挡在窗户的 那些课桌椅搬一个一个搬开，趁阳光还在的时候让阳光照进来。没有问题，帮我做一个 Albanatics。你花费的力气开始搬课桌椅，然而这些课桌椅看到浪的直接砸在你身上，疼痛让你晃了晃头，你爬了出来。你受到了 total 两点伤害，撞击伤害。你爬出了这些课桌椅，注意到或许自己花了这些力气，也发现太阳早已下山。现在
现在周遭变得昏暗，然而多亏自己还有一点倒地圈，还是可以看得到周遭的环境。我想一下，浇水。去年阳光长大，那我回去中间的泥土去观察一下，那个泥土长出其他的杂草之类的。你这么看很特别，是只有那微微的翠绿的绿芽，其他都没有。那我去观察那个绿芽，看起来这绿芽十分的健壮，非常的可爱。帮我做一个 perception。 好，看起来就是一个绿芽，仿佛就像是一个白纸。我找一下教室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肥料之类的，看是不是需要肥料。帮我做一个筛选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注意到这些教室基本上残留的东西并不多，课程跟肥料无关。是什么？我能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绿色的壁画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想要仔细看一下，除了树跟海洋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？打量着绿色的壁画，主要以绿色为基底，而中间则是一个茁壮的翠绿色的大树，地上为像是翠绿的散发的草坪。
然后包括海洋可以看到白色的浪花，就是这些颜色就叫非常的耀眼好看。嗯，反曲倒水，那我尝试给他唱一首歌，看看。随意的，随意的哼了一首《地中的曲子》。啦啦，看起来不太好的。开始哼歌刹那里面，你自己都觉得很难听。你默默的觉得你应该还是不要去唱歌吧，因为你自己都害怕你的歌喉，太可怕了。上海缺水。让我先放那既然我哼不了歌，那不用这个放音乐给他听。拿出了一个音乐盒放音乐给他听。开始播放着音乐，这里头开始播放着美妙的让人安心的曲调。
然而这个小小的绿芽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。那我把音乐盒再收起来，再想一下再慢。那我轻轻戳了一下那个小小绿芽，看它有没有什么反应。我轻轻的碰了碰，看起我可以再回头看一下粉色的壁画吗？再观察一下粉色的壁画。我注意到粉色的壁画标以粉色为基底，那一段树开满了如同像是樱花般粉色的花穗，周遭可以说这些海洋如同就像是黎明的清晨。然而和之前不同的是，在长出绿芽的刹那，这个壁画已经发光了。之前是暗的，但是这个壁画已经发光泛蓝了。花卉，但是没有树吗？第一个壁画没有树，是树开满花卉，你可以想象像是樱花树这thank you.
可以给我五分钟让我思考一下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先观摩一下，想一下。
好，我回来了。那黑板那边有粉笔吗？你注意到的是没有粉笔的，看起来唯一留下的也就是上头的字。上头？还是有什么颜料之类的？没有，这里不是美术教室，这里没有。那我调查一下那个课，那些成堆的课桌椅的抽屉有没有什么东西，能尽量看就看一下。没有问题，帮我做一个 investigation。好。你看的这些课桌椅，基本上东西都是空的，似乎可以说。大部分该带走的都已经带走了。那我再看一下那些纸板，还有学生留下来的东西。你默默的看向纸板，还有那些留下来的东西，看起来就跟中间的那一个小牙完全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唯一有微光亮起的，也就是那一个红色位置里的那一个树的地方。所以还有三个壁画没有解开。我再确认一下那些纸板是除了三叉戟之外还有些什么。看起来可以说像是渔网，或是鱼，或者像是这些海洋跟海洋有关的生物的有关的一些装饰在附近，似乎可以说跟这些教室壁画还有中间的这个牙是没有任何关联的。
那我去摸粉色的那个壁画，看有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可以拿。你碰了碰粉色的壁画，只要除了淡淡的纹路之外，没有其他特殊的东西。那我去观察绿色的那个壁画，说再看一下有没有可以从中拿到什么东西吗？你碰了碰绿色的壁画，看起来就只是单纯的壁画吧。嗯，门口看一下外面有没有可以用上。帮我做一个 perception。既然要做的话，那我使用这个。好，我点亮它。那就不用想了。你默默的点亮了这一个圈，这一个小小的法杖。你注意到这法杖指向的光芒都是在中间的那一个小牙上，还有四周的壁画上，似乎重点就在壁画的这个牙。没有其他的东西，我眨眨眼看着这小小的帐，他给你的也就是这样。所以线索是壁画跟牙，但是你的东西好像没用上啊。像是你有贝壳吗？有真的贝壳吗？没有。那
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粉色的壁画亮了之后，其他三个有没有什么变化？还是只有变化的是粉色的那个？只有变化是粉色的那个。嗯，完了，大卡特卡。啊。帮我做一个 history。好。你慢慢想着，为什么那粉色的壁画会亮起来？并思考会了，你慢慢想起你原本做的事情，原本只是普通的土，然后四个壁画都没有任何反应。就跟普通壁画没有两样，然后你拿出了水袋的水，也突然浇了水，浇了水后，粉色的壁画亮了起来，
壳里头就奇迹似的长出了芽，是有什么样的关联？你看了一下其他的壁画。浇完水，然后壁画亮，还缺了水。那我拿起纸板去尝试山峰看看。你尝试对着这一个小崖山峰，好像没有那么高。那我尝试把窗户打开看看，让风进。走向了窗户旁，将窗户给打了开来，让风缓缓地吹进了这个教室。然后我看着这个小小的绿芽，感觉我没有任何的变化。是风的问题。三座画作到底要该怎么做？而到底这座崖又跟那些壁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？我们就先到这里，先一个段落先结束，这样让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这样子下一次再继续，免得你太痛苦。
好了，放松一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感觉看着你很痛苦，就先结束好了，让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或许下一次可能就想通了。我是点名白痴，有人像我一样卡那么久的吗？